现在就先开始了这个会。我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下，今天这个是西部热点沙省介绍会呢，是我们邀请了沙省政府企业创新亚太发展部的王经理王学伟先生。大家好。这次主办单位是沙省华人移民安置委员会主席齐光先生。这次活动的我们的赞助单位是华城移民的程军先生。首先应该说我们这个机会也是挺不容易的，能够有把这个王学伟先生从遥远的那个沙省邀请过来，说明是那个多伦多和那个沙城应该是以后更多一些联系，大家多一些相互了解，也许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。希望那个各界的媒体啊朋友们呢，也许大家能够，也许将来也有可能会邀请你们到沙省去的啊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刚才已经有朋友已经有建议了，很想去你们沙省去观光，包括可能去旅游，包括有可能将来有合作。最好冬天时候去。最好冬天时候去。王先生说了，欢迎你们冬天时候去。我可以注意天气预报，给你们发 email。王先生说了，他很精确，他可以给你发 email。就先这样，简单先这样。我们先第一步呢，先请那个齐光老师先简单做些介绍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好。很荣幸，那个这是第二次在见面。上次呢，我们那个亚太处的一个处长，那个 Michael， 那个 Michelle， 他过来。那当初呢，就我们没开的那个这样一个招待会，只是说大家几个朋友的坐下来谈谈，简单介绍了一下那个这个情况，完了摸摸底这个多伦多的这个华人对沙城的一些情况。那么就是发现呢，大家还是很积极，因此呢，就是说这个这个处长呢。那么就这次呢，就那个特意派那个中国背景的那个中国背景的王先生过来，就亲口这个他来传授一下这个沙省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情况。但是必须是冬天就冻死，所以呢猪肉最好吃，但是猪肉最容易感染，但是呢冬天都冻死稀少，所以呢他那个猪肉罐头是这个最干净。所以现在就是，反正现在，我现在就这么推广嘛。现在有准备要猪肉罐头厂，我就这么推广啊，这么推广。